你就了这个都有我的名片吗？纪委当来着了？是当。啥权限？哎，这是就一个高低说。高低说一二三四，是当，这当，这一当。刀一刀二。哦。这高说低说。这高说。哦。这是低说。哦。这十四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十四这是二当，三当。一刀，这是一刀，一刀在这里。一刀。二刀，三刀。二刀，三刀。哦，这些刀当这四刀，去了四刀。去了四刀。嗯。四刀主要也是高技术。你要拐弯的，你要下坡的时候要怎么拐弯是向方方向。拐弯是向方方向。哦。要往这边拐两地方，这边扭。哦，对对对。他直接就拐了，不用研究。研究你能就过前人这拐了。直接带一个助力的。哦，他这是，你要轮子一下就要爆了。哦，你要留着爷爷弄的。哦，啥子来着的？哦，我叫啥子？哦，拐弯走。哦，他只要往右拐就应该往右走了嘛。哦，这坡他这个向方的，下坡是向方，上坡平常人是正常走了。上坡是正常方向，下坡是向方。哦，向方不行，一般人不会用这个筋，不了就回了，不了回来就甩了，两人就摔下子了，两人就倒了。哦。要腾出去两好了，这个是比你开小车难的，比开小车难了，难了点了。小车这操作，这主要就是打开以后，然后就是正常行驶的，是吧？哦。正常行驶，然后下坡的时候用向方的方向。哦。其他的套都是，其他的都是正常方向。哦。这和刮比刮车还难了。我说。刮车有方向，我也打嘛，你觉得得靠。哦，靠着这里了嘛。嗯。这里啊，这就是方向。这是方向。哦，这里都是方向，一南面一南面走。啊。哦，你叫我打我推头就要倒了一把。啊，你左面就一左面走了。哦，这就正常的。哈佛就是向方的。哦，哈坡是向方的，哈坡你别说要往右拐了吧，点捏直的。对，就说你还得会用这寻找这个进去了，你不寻找布条，这个。捏的这个还得就是说刚捏个堆长，捏个堆长是吧？对，乖乖坐一坐的角度。呀。哦。商量，如果弄不了。行。来，我给你帮忙。把我也打了。哦。这有刀呢，有刀。哟，我进去走了进来危险是不？哦，全部是危险，好几也不咬你。哦。妈的。